天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只恶魔泡泡进阶到110啊。老王是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非要给恶魔泡泡打内丹吃元宵和进阶，于是迎来了万元进阶现场，称快能买个化身号了。好了兄弟们，在我们进行永久绑定的召唤兽不能合成啊。兄弟们在进行兽诀打出的时候，哪怕有冲突的技能它也会提示啊，它都不是先提示这个技能冲不冲突，而是说永久绑定的不能打出啊。虽然我们吃了元宵真经和水晶糕，但是我还是用鼓起勇气用 C96 洗一下啊，在作死的边缘疯狂的试探。永久绑定的召唤兽不能通过 C96 洗，不能通过打出炼妖，那我们再试一下能不能把体质洗下来啊。哦，真良心，竟然可以对恶魔泡泡做这种事情。还能吃十个千金鹿呢啊。好了，已经吃完了，那耐力洗二，敏捷洗二，法力洗一。你觉得这只宝宝打舍身机合适吗？这宝宝这攻击舍啥身呢？你差那点攻击吗啊。我他妈买了五个内丹，你要打不上你可坑死我了啊。好好家伙，不错。咱们领悟完以后看有没有进阶和洗特性的可能啊。当我们把红色内丹打满以后，我们去野外的打一场仗，如果能进阶的话，我们再来个进阶110好吗？真好，普通攻击有 30% 的几率降低目标203点防御值，真是个好东西啊。兄弟们，哪个小说的主角开始不是一个废柴呢啊。好了兄弟们，2518的攻击啊，符不符合你们的预期？其实你只要简简单单的拥有91伤害的宝宝装备啊，和92的宝宝装备和93的宝宝装备，就能达到同样的2518的属性了。再加上吃5个水晶糕加15个攻击元宵啊，没有染色界面。掌声有请恶魔泡泡闪亮登场。哦，行，有渐变，有阴影，有武器啊。blue 病，来看一下宝宝有没有增加进阶的选项。我靠，能进阶！我靠，能进阶！不是吧，这宝宝还得进阶110，能进阶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这只宝宝可以进阶，进阶以后变成三内丹啊。然后我们想想，让我想想。兄弟们，这是咱儿子，儿子的技能有点差，个子不高，有点丑，脾气不好，还叛逆，你愿意为他花钱吗？这宝宝吃元宵的时候我没纠结，吃水晶糕的时候没纠结，吃五个红内丹的时候我没纠结，当他出现进阶的界面的时候我害怕了，真的怕啊。今天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只恶魔泡泡进阶到110啊。看看施法动作，他没有法术，我得给他带一个什么剑荡四方套才能看他施法效果，那也太麻烦了吧啊。我要开始进阶了，七枚爆，八枚爆，十七七 OK， 没看清，擦！哎呀，失败了，兄弟们，失败了，失败了，我害怕。收拾心情，重新出发。第二次进阶开始了，开始就是一把随缘。哎呦我去，连爆啊，连爆，93。九八爆十炸啊啊啊啊！害怕，你给好的宝宝进阶你不心疼，这宝宝脑子不好使才进。病了，我害怕，我没 K， 这宝宝他妈死。我靠，兄弟们，这次不会89吧？90，
极限冲刺，提前进阶110，我靠，又一次100啊！求八宝石，求八宝石，求八宝石啊！兄弟们，先挡住，先挡住一半，我先看弹幕，弹幕你这是怎么扣的？弹幕兄弟们，弹幕给我扣6，是不是110？我现在看着弹幕呢，公屏是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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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是没成，操的啊！我一看着公屏哈哈，我就哭了，因为我知道如果成了的话，公屏打的应该是难受啊。我用不用问一下他们，这只宝宝能不能进到110啊？不会是他们开了什么锁，有什么限制吧？兄弟们虽然难受，但是也得干呐，对吧？我总不能最后被一只垃圾泡泡欺负了啊！91，我吃了好几次7都不好使，你爱他妈好不使不好使，我他妈就吃7，傻杯！我第6次100，我不是110吗？进阶110，兄弟们来了啊！眼睛挡住，求八宝石没啥问题，求八宝石！来看看左边弹幕啊，左边的弹幕他们的难受是提前打的，有点假啊。左边的弹幕他们是提前打的，难受有点假。然后公屏6的比较多，假的都他妈不装了，所以说这波难受是假的，难受是假的，这把进阶失败。啊，兄弟们呀，6次100了，我这扛不住了。8爆9。兄弟们，第7次100能不能成？我还是看弹幕啊，我就不去花台，我就原地。求八宝石，求八宝石，求！再看一下，求八宝石。公屏有哈哈，有哈哈我就害怕啊！109难受，哈哈，我操！感觉我操是成了，这把应该成了啊！下饭，一说下饭我就害怕了。109，想笑牛逼，哈哈！啊！退钱。好，目前的消费是6895块钱啊！哎呀，操！兄弟们已经亏迷糊了啊！秒完这块砖就花8000块钱了，无差别攻击。兄弟们，第8次进阶到100，能不能把公屏打在祝福上？我需要你们的祝福，真的玩不起了。一个5技能4本蓝书1.2成长的泡泡，我进阶花了800块了，而且更加难的它是永久绑定的。兄弟们，我闭上眼睛了，求八宝石，然后拉开左边看看弹幕，弹幕是怎么说的？弹幕说难受，我操，哈哈哈，6666又完了。成了，牛逼！这波的弹幕85%成，因为我的直觉很敏锐，我一引导你们打哈哈，你们就去打哈哈，哈哈就是没成，所以说刚开始的弹幕是最真实的，成了。呀啊！我靠，他妈的花了8000块钱，我他妈买一个什么4080，那个什么双12的笔记本，他妈极限配置，他妈才花10000，这宝宝今天我花。